各位会众早安，今日议程即将开始，为阿林共同转播，亦有同步口译。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总召 Alan Ong。Greetings, everyone. Today's session is going to start. It will be broadcasted from room zero to the other rooms. Meanwhil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s also available. Next, let's give Alan Ong a warm applause. Hi, 大家好。好，欢迎各位来到台湾参加这第十三年的 HeCon 台湾黑客年会。好，先跟各位做个自我介绍。那我是今年的总召 Alan， 大家好。谢谢。好，每年呢都有很多新朋友加入，那第一次参加 HeCon。HeCon 呢是由台湾骇客协会以及 Chainroot 创立主办，然后是由一群爱好资讯安全的朋友一同成立的。那至今呢成为台湾的一个大型的资安的社群。那回顾一下 ，HeCon 呢从2015年开始，好，那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很期待着聚集所有理念相同的朋友。然后可以一起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台湾。那每一年呢，我们都想着，我都想着这个第一次参加 HeCon 的心情。其实我也希望我们的心情跟各位是一样的，那种很雀跃、很狂喜的心情。那因为呢，我们可以遇到一些同好，遇到同好的那个激动的心情，跟看到新知识的兴奋，我觉得这都是参加研讨会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体验。那身为我们的主办方呢，我们更想要把这个心情传达给所有的参加者。好，那如果看到各位参加者的很开心的神情，那我觉得这是让我们最满足的事情了。每年呢，我们都准备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议题，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所有人满载而归。我们也很高兴的可以看到呢，很多很多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的会众，那也让我们的 HeCon 变得更加的精彩。那今年呢是 HeCon 的第十三年，它是一个多长多长的日子。它正好代表的是从我们小学一年级成长到了大学新生，那我觉得这很像是台湾的资安哦，也从一个地下萌芽的阶段到现在是一个成长茁壮的一个时代了。那十三年后的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改变，包含说呢，资安的重要性呢已经不再是一个爱好者的一个范畴之内，而且已经扩大成一个国家所重视的一环。就像各位看到国家重视资安，这代表说台湾现在正在逐渐的改变。那如今呢，风向已经改变了，而且气氛也改变了。那我们改变了吗？我认为呢，参加 HeCon 的各位其实就是改变的开始。那我也认为现在是时候我们可以行动了。行动什么呢？像是我们参加 HeCon， 像是我们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啊。那我认为呢，被动的等待呢，并不会让我们带来进步。那唯有我们主动的进取，才能够让我们逐渐的成长。那这也正好是我们今年的主轴。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我们每个 slogan， 今年的 slogan 呢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一段看起来像是乱码 的一个东西哦。那我欢迎各位可以尝试进来看看。那很感谢呢，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朋友逐渐的不断的去支持跟指导 HeCon。那也很感谢呢，中研院呢共同主办，那持续支持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场地。也感谢经济部工业局他的指导跟资策会的协办。那我们有很多的赞助商，那我们的赞助商多半都是一些人才招募的摊位，那我们希望是能够帮助企业招募更多的资安人才，所以我们感谢 TWCCC、豪免科技、Synergy 群晖科技、QNAP、微远通科技、IEI 微强电工业电脑，以及呢 PC Home 网络家庭、露天拍卖、安华联网。那此外呢，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联发科技支持我们这一次的尊荣票的电路板备具。那么等一下会由 Dylan、Alan Lee 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特别的备具。同时呢，我们要感谢一些特别的合作伙伴，包含说教育部资讯安全人才培育计划跟 Debut 人才媒合平台、天龙书局跟中科院资通所。那有各位的支持呢，才能够让我们的活动更为精彩。那我希望各位呢可以 enjoy HeCon， 那希望各位可以用力听、用力玩、用力交友。那等一下呢，我们会请我们的副总召洵洵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其他活动。嗨，大家好，我是今年的副总召洵洵。在大会开始之前，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首先呢，是会议期间，请你全程携带识别证，没有佩戴识别证的民众是不会被允许进入会议厅的。那请避免将你的识别证单独遗留在座位上。
那如果你想要拥有独一无二的识别证，你可以前往三楼的涂鸦区，去描绘出你自己所属的签名，然后并请记得预留10秒钟，让上面的涂鸦干掉，避免脏污。那我们的识别证呢，这面可以让你自行的涂鸦，那背面我们有两个 QR code， 左边的 QR code 会连接到官网，我们的议程活动还有工作人员英雄榜统统会放在上面。那右边的 QR code 会将你导引到官方 LINE 账号，今年我们也会将 LINE 账号作为广播使用，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在上面获得。那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上面有一些特别的功能，如果你输入了 Help 指令，可以让你查询所有的大会资讯，然后你也可以试试一些其他特别的指令，或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今年我们一样有 IRC 线上聊天室，你可以透过上述的网址进入聊天室，或者是使用投影片上面的连线资讯，并透过 IRC 连线软体。那除了 IRC 可以讨论聊天之外，共笔也欢迎你编辑共同写下每一场议程的记录。在这之内，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会议厅内禁止饮食，如果你有饮料食物，请你不要携带进会议室里面。那我们上述的连结会提供所有的场次线上同步口译，然后如果你没有携带耳机的话，可以至服务台自由乐捐后领取，然后如果你有需要电池或者是雨衣，也可以到服务台自由乐捐后取用。那我们会有佩戴特别语言贴纸的工作人员，如果你有特别的语言需求，你也可以寻求这些工作人员。那虽然说这边是 HECON， 但是提醒各位，会场内严禁实施任何形态的网络攻击，并请你遵守大会的守则。接下来，今年 HECON 有非常特别的活动，许许多多的活动，那我要来介绍其中几项。其中一项呢，就是狩猎者行动。为了配合今年的主题，请各位动起来，行动起来。那我们已经在现场活动现场内散布各种贴纸，上面会有治安相关的主题。只要你找到任何一张贴纸，并回答上面的问题，然后将答案跟题目一起 po 到官网粉丝团上面，并 tag HECON， 你就可以到四楼周边商品摊位获得兑换一项纪念品。那如果你今年不想要参加治安相关的活动，或是你没有把握，那你也可以选择比较平易近人的哈根的活动。你只要在 FB 上面打卡并 tag HECON， 你就可以在指定时间内一样到四楼兑换哈根的冰淇淋。那今年我们一样有闪电秀活动，一场5分钟，仅限为8位报名者，你想要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那报名的时间将在待会10点之后开始，如果你想要报名，那请你到三楼白板处填写你的主题跟讲者名称，并在指定的时间内自行前往报到即可参加。那今天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其中一个会议厅里面有，在 R4 交易厅有一个自由演讲区，然后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分享的主题，那欢迎你自行前往。如果有相关的资讯，我们会透过 IRC 跟 LINE 进行通知。最后一个项目，我们的周边商品将于10点之后开卖。那如果你今年错过了 KKT 上面的尊龙票贩售，那你今年还是有机会成为尊龙的一份子。我们将会在10点50分之后开始开放尊龙票升级区，那每天限量，所以那请各位把握机会自行前往，然后每人限购一张，必须以原本的备举作为交换。那尊龙票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大活动，接下来我们请尊龙票的主办者，我们的 Alan Lee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活动跟细节资讯。好，大家好，大家看我今天的造型，就知道我是谁？没错，因为刚刚有人叫我阿笠博斯，不然就叫我什么毛利小五郎。好，今天我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台湾第一次，也是我们 HECON 就是第一次使用电子备举。那其实电子备举在国外就是盛行很久了。那电子备举的设计呢，包含就是它除了当入场券，可以让
就是参加者可以去设计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焊接一些东西之外，他有些研讨会他也会里面含一些挑战题目。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有设计题目在里面。那如果你是尊龙票券的人，或者是你待会会买得到的人的话，你都可以参加这样的挑战。那我今天就来讲一下我们这次设计这个电子备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就是那个现在手上有电子备举的请举手。啊，你们现在是打开的请举手。你是用电池还是用 USB？ OK， 好，那个打开来的话会是长这样。会长这样子，它会有跑马灯，然后它会有一些资讯，待会我会介绍。那你后面有一个电池座，你可以装电池。那这一次的票券，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在上个阶段有用尊龙票买尊龙票的话，3500，你就可以买到这一张备举。我们目前今年的话，大概做了好几百张。那做这个非常可怕，因为呢，就是。通常各位都知道洗电路板风险非常大，如果就是我可能做了500片，有可能500片出厂之后变成砖，那我就要跑路了，哦，所以说这个非常可怕。那我希望啦，我们希望明年我们能继续挑战这种电子备举。那今年的话，我们是第一次试做。那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我非常欢迎各位反映给我们，就是你可以在那个 IRC 上面，好，好，那待会好像是10点的时候还会再卖这个备举，电子备举，大家可以去抢，好像是非常非常限量的哦。好，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电子备举。第一个就是它是长这样，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后面可以装电池，然后它其实除了就是蓝牙跟WiFi 以外，它其实还有红外线发射器，它上面有一个16×18的矩阵那个 LED， 总共有我们焊了288颗 LED 上面，所以它可以做跑马灯，它就可以做各种一些程式，你要写一些字啊，或者是跑马灯的都可以写在上面。然后呢，它上面有这个按钮，你可以看得到它会有 X Y A B， 好，上面的按钮。好，那这个按钮呢，它有就是特殊的按键，也就是在我们题目里面你要自己去找出来。那中间的话有一个光感应器，所以说之后如果你自己可以要写程式的话，你可以用到这几个光感应器或者红外线去控制你上面的所有的东西。好，这就是说这一次的游戏，或者是你回到家结束之后，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跟7697相关的 SDK 或者是文件，你可以自己 program， 它完全是可以用 Arduino Code 写的，就是在那个就是 MediaTek 这个7697的开发版上面完全相容，就是它另外包了一层 Arduino Code，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写 Arduino 的程式语言。那你可以控制包含就是 WiFi、BLE， 还有红外线，还有就是上面的 LED 跟按键。好，那你可以用旁边的 USB， 好，把它烧进去。旁边的 USB 把它烧进去 ，OK， 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这边已经出现宝贝了，看一下。如果你看得到画面的话，现在我身旁就有，那个皮卡丘。OK， 好，好，那我现在介绍第一个，我们这次的备举里面设计了两个挑战。好，第一个挑战就是。Hikan Go， 那它是抓宝游戏，给各位看一下。如果你的备举有开电的话，就是你的电有插的话，那你会看到，就是刚刚那个你有宝贝出现，然后会有一把 key 掉下来。那如果你按一个按钮的话，你可以把 key 取出来，然后你把这个 key 送到积分板，你就抓到那只宝贝了。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用 BLE 的感应去。就是我们会在现场发送 BLD token 的讯号，让你去就是抓宝。那我们这个中间的过程是有编码的，那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就去破。好，好，这是第一个 Hikan Go， 就是现场会有宝贝跑来跑去。
但是他不会真的穿宝贝的样子啦，就是你要去感受那个讯号。那只有有备举的人才能感受讯号。好，第二个游戏是大眼不是贪食蛇，哦，这个它有一个特殊的按钮，按下去之后它是可以玩贪食蛇的。我看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它其实它是可以玩贪食蛇，上上下下这样，你可以玩它的贪食蛇。好，那这个游戏呢，就是各位你要贪食蛇达到100多分，好，100多分，你就可以就有神奇的东西会出现。然后呢，我们这边宣布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第一个解开这个题目的话，我们就送明年的门票。而且这个分数呢，还会反映到我们刚刚的待会欧仁局会介绍的 Wargame 上面去，所以这一题是就是额外会加送明年2018年的那个 HeCon 的门票。好，这个部分是第二个挑战。那这边宣布一下比赛规则，就是我知道各位有很多备举，那你们不要很多人一起把所有的宝贝都灌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不要交换 key， 自己抓自己的宝。就主要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好，那其他的话基本上请你们发挥自己的创意，看怎么样可以解开这个题目达到最高分。好，那这个票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写名字，我们里面提供了一个机制，它可以像我这个的话上面就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会用跑马灯的方法写。那这个东西是待会你们有票的话可以立刻可以研究的，它不是一个挑战，它是一个功能，那你按照那个指令去设计的话，你看这边就有写，这边就刚刚有用跑马灯写我的名字，好，所以你可以写你的名字。好，那我知道各位就是说有这个板子的人，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有故障或怎么样的话，我们有维修摊位上面有焊接工具，还有相关的电路测试的东西，只要你有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到楼上四楼的地方，到维修摊位，我们可以帮你检测，好，就在四楼，好，帮你确认一下你的板子是不是有问题。那如果解不开的话，不要来问我们，因为我们只负责维修，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怎么写名字。好，就这样。那另外呢，注意事项第一点就是这个背后有些电阻元件它会比较烫，那你要小心，不要别碰，应该还好啦，就是你挂在身上应该还好，但是如果你手一直靠着的话它会有点点烫，好，这个是正常的。 好，第二点就是各位虽然它有行动，虽然它有电池座，然后呢我们建议你长时间玩的时候不要浪费钱，就是直接用行动电源接 USB，好，或者是你直接接电脑的 USB， 好，然后呢，就是因为呢，这是因为呢，这个板子里面同时开，它有很大片的 LED， 它有很大片的 LED， 然后呢，而且它有 WiFi 跟 BLE， 所以它的功耗算是比较大一点。那我们有测过，就是我们有拿那个金顶电池测过。所以算过其实还蛮符合它的曲线的，差不多用2个小时，就金锂电池2颗装上去用2个小时，那金锂电池2颗的话是60块，所以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可以一直装电池，好，除非你可以用爱发电，好不好？好，就这样子，我是没办法啦，因为所以说我身上装了一颗锂电池，好，这个锂电池，那你们锂电池跟我不一样，我是这个是遥控飞机的锂电池。好，那另外注意事项三就是这个要可能请各位小心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各个零组件呢我们都有强化过，就是有把它加强焊接点，但是呢我们希望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不要，尤其是 USB， 你知道它你用力去拉它，或者是像是那个开关，它有一个开关，电池的开关，你都要小心去操作，好，不要刻意去蹂躏它，
就是脱落的话都要重新焊接，那这两天的话我们有可能还可以帮你焊，但是回到家的话你就我们就没办法救你了，你就要自己去处理。好 OK， 好，那这边有一个相关的说明，大家可以到 HECON page 上面去看，那这个东西我们待会会贴到那个我们有赞助哦，对 ，OK， 好，那我们会贴在那个 IRC 上面。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电子备举的相关说明。我这边开放两个问题，有没有人有问题？那因为这次的算是限量哈，而且我们台湾第一次是用这个电路板挑战。好，那有很多我觉得可以加上的功能，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会把这些相关的 write up 就是解题说明公开，还有就是怎么设计这个东西会公开，各位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件事情，是因为其实在物联网通讯里面有很多包含韧体安全还有 BLE 通讯加密编码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有在这一次的上面去 提出来，所以假设你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基本上你会懂包含相关的物联网的安全跟韧体安全，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好，以上就是我的说明，谢谢各位。喂，大家好，我只剩30秒。嗨欢迎大家来到 HECON Mini War Game。好，那这部分是由我跟 Angel Boy 一起负责的。好，近年来收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说 CTF 太难了，解题都是套路不好玩。那针对这些意见，其实我们有一样的想法。除了一些比较新手导向的 CTF 的竞赛外，近年来 CTF 有越来越刁钻化的趋势。而我们认为一个好的比赛应该是要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所以今年 Wargame is back， 我们决定继续维持 HECON 以往的传统，从让2013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Wargame 重回 HECON。 我们的目的是要让 HECON 重返荣耀，把那些经典的小游戏题目、好玩的题目回到最初大家那种一起动脑解题目的感动。都叫做 Mini Wargame 了，我们希望这个比赛是一个轻松简单的比赛，希望啦，对。然后希望这个比赛是一个24小时能够解完的比赛，那大家可以一起呼朋引伴，然后一起组队参加，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不过应该也是应该啦，我自己也不太确定。然后题目好玩有趣的比赛，那这是一定要的。既然是比赛，那一定要有点奖金才够吸引人。小比赛啦，就是有奖金就谢天谢地了。不过我想对大部分的 Hacker 来说，钱跟奖金不是重点，重点是好玩以及得到名次的成就感。其实近年来在面试的履历上面看到越来越多人就是他的经历会写 CTF 或是 Wargame 得名。那这次的如果有听前面 Badge 的介绍，那应该可以知道分成两个部分。 Wargame 部分的前三名分别会有8192、4096以及2048，凑成整数比较好看。第二个奖项则是 Badge 的奖项，共有两名，奖品各是明年 HECON 的门票，如果明年还有 HECON 的话。竞赛方式则是在 HECON 场地上会有不定时的神奇宝贝跑出，那请利用你的 Badge 做抓取，并把对应的 Frag 送到计分板上，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取得最多 Frag 的人获胜。那第二个则是 badge 上会有贪食蛇的题目，那第一个解出题目的人提交到计分板上，那一样可以获得明年的门票。不过应该会有人问，你有 badge 吗？我没有 badge 怎么办？那是不是就不能拿到 badge 的分数呢？这里是骇客研讨会，请发挥你的社交工程技能跟旁边的人借 badge。
不过这不代表说你可以进行任何偷窃或是侵占的事情。好，那另外 Hikon 应该会在卖 badge 吧？好，可能会。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最后是相关的资讯，积分榜位置以及时间。那我们有开一个聊天室，有任何问题可以上去发问。好，哎，那个 QR code 扫的不会有任何东西，我只是想让画面比较好看一点，放上去。好，那就是 mini 点 hikon.org 跟 badge 打 hikon.org。那我现在正式宣布比赛开始，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又回来了。那听完了今年活动的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很兴奋啊？那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下我们今年的 HeCon。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是进入到我们的 Keynote 议程。那我们会请台湾科技大学资讯管理系的特聘教授吴宗成老师来为各位说明一下台湾的资安人才教育。好，请各位掌声鼓励。